坐这儿哈。你看人家成立于1979年，比你们公司的历史要长是吗？找多少的，我们是91年。嗯，太不容易了，还现在还在，就一家，开了一家还是开了好多家？他们是40多年只开了一家，然后是去年才开了另外一家店。这是对的。对对对，是对的。开餐馆反正就几种开法。全世界反正有这样子很多，就是店非常少了，做的非常好吃，而且活得非常长。比如有一个公司很有意思，也有100多年，我们的一个朋友，日本的，他那个公司靠信念，靠信念，他就是说他们家3、4代人，就一个信念，做全世界眼儿最小的筛子，所以一代一代人把那眼儿越做越小，因为你做小了，有一些粉末颗粒太大了就下不去吧，对。所以相对过来就要把那粉末怎么做得更小啊，所以他就做成了世界眼最小的筛子，这是他们家的几代人的信念啊。有一段呢经济不是特别好，他们就不赚钱，他就等，一直等，最后等到了一波，一波什么，你记得有一段之后佳能复印机到处都用复印机，对，全世界的复印机几乎100%用他们家的筛子，复印机那个滤网都是他们家的。听您说的有一个点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有一次您说中国这么多做地产和商业地产的，说你看我们所有人加起来的可能我们在品牌上面的价值还比不过一个国贸，说你看人郭鹤年这老先生就在那儿也没有拿那么多地，就是精耕细作，这个就做法不一样。你比如我们国内地产大部分做的是制造业，对吧，你做了卖做了卖，你比如一年卖几万套房，这是制造业。这制造业呢它就算的是成本利润收入之间那点差，但是商用地产他们做的不是资产，他们资产管理，相当于你给他一个物件，他把它维护好，对，用宝石一直放的，慢慢慢慢来增值。国贸它就一个楼，一期二期三期加起来就100万平米，30年就做了一次决策，盖好。但是这30年，他再把那些所有的细节都越补越好，越补越好，就变成了门槛，别人就没办法超越他，因为他细节嘛。我们光说护城河，护城河里头有一种就是细节。他说的一个有意思的是，要想活得久，就要减少决策，减少决策，为啥呢？你想人为什么犯了很多错误？欲望太多，想要的东西太多，你不是老决策吗？你这逻辑不能错，价值观不能错。那你做一个很持久的事情，你的逻辑基本上被过去经验都验证过了，它是对的，所以你也不会跑偏。你像这个楼的市盈率啊，这些都不像现在什么直播电商这新兴的东西那么高。是，但是它就是个着实的一个东西。对，而且也不是你天天去报道啊什么，没有报道，天天网红啊，你没人注意，谁注意他呀？你看他这个老板特别闲，他不忙。你想30年就弄这一件事，但是你看像您说的这些，他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点反人性的嘛。比如说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呀，对，要少做决定啊，对，这些东西都是反人性的。做一些产品，不怕小不怕慢，就慢慢做，然后明白了，反正是让做就做，几十年就做下去吧，那最后就可以穿越周期。是，所以我们在5年前我们就离开了这种高周转高杠杆的开发。原来我们只做一个事是赚慢钱，我们现在叫赚慢钱、赚小钱、赚长钱，赚安全的钱，慢钱、小钱、长钱、安全的钱，穿越周期挣的都是这个钱。如果让你拥有60岁时候的这种认识，你回到20岁还会那么忙吗？那你要有60岁的认识，你就不那么忙了，因为20岁。因为你确实不太确定，就是机会又好像大把都在，时间又很多，你就会做一些跟风的呀，或者说冲动性的事儿。现在叫慎始。
每一年创办了很多新企业，成功率呢其实特别低。嗯，大概我以前记得一个数，就是能活过五年的呢都不超过7%。如果要活过十年的话，大概3%都不到。满街都是管理教程，到处都是破产企业。我办公室，我天天看彼得·德鲁克，是吧？德鲁克，我看完了，我也不会弄的。我这今天说领导晚上要喝酒，喝大酒。那彼得·德鲁克没说喝不喝呀？我还得喝呀，拎上茅台就去了。是，结果喝大了。嗯，第二天我一想，再一看，德鲁克没说这事。你最后还得自己经历，所以我们要所谓穿越周期是少数人的事儿，是概率极低的一件事。所以中国公司就严格意义上，中国公司现在有算是经历过周期的吗？还是说还没有真正的周期的考验？应该说像30-40年的公司都经历好几个周期了。中国现在活得最长的民营企业啊，是鲁冠球家族。万象。万象。68年、69年开始。但是剩下的企业，你看万科38年，我们32年，嗯，那联想也38年，华为也38年。也就中国大部分企业都不到40年。但你今天知道的，除了这些有名的，没有名的活到40年，像这我还是很少看见的。是，这个就算很厉害了。是，基本上现在能传下来的反周期和活得很好的，基本上都比较专注的一些企业，不是跨的行业特别多啊，不是这些企业。比如说，老板有个儿子从国外留洋回来，突然说要把他整大，要上市。估计把他们家就毁了。你不如给他点钱，你自己在边上做吧，别搅和我们这个事儿了。是吧？真的是这样。对，你比如把这带鱼做好，就是主打带鱼。嗯，那他就没做，他要开了20个店，估计垮了。就是规模本身反而变成了一个制约，是吧？因为规模啊，就跟我们盖楼一样，你盖到100米的时候是一个玩法，嗯，到200米又是一个成本和运营管理的一个挑战，到500米就是质的不同。很多人研究很多的一个话题嘛，就是说，当一个重要的创新出现的时候，就原有的大公司到底是注定要被颠覆掉，还是说他们也是有可能？现在经济学家讲的呀，还有有时候讲的政策的观，我其实更关注的行业的拐点，经济周期的拐点，这对我来说更重要，因为行业规律很重要。你比如说，青春期几岁来，更年期几岁来，这的拐点很重要啊。你不懂这拐点，光知道失恋就生气，失恋这叫小拐点吧？是，它没有带来更年期吧？但更年期这么大拐点来了，你不好好对付，所以尤其我们。做生意特别有意思，有三样事儿累，就是算那些算不清的东西。人算不清的事儿，一生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儿，算不清挣多少钱。第二呢，算不清有多少痛苦和幸福。第三就是算不清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死。这三个问题合起来就是利害、苦乐、生死。你在想你现在第三个33年嘛，也是时间的问题，你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呢？你的跟你的生命的关系，跟你第一个理解呢是这个时间上来讲，正好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年，嗯，是生命是很短暂的，嗯，那你正好遇到这样个时期是很幸运的。清清楚楚记着呢，就是万科规划第30年的时候 CFO他们提出了一个，就是预计未来10年之后1000亿，嗯，
啊，这时候公司的规模得在90亿是吧？这要规划10年之后1000亿。我当时看，我说夸张也不能这样夸张啊，是吧？是吧？对不对啊？我说怎么20年是吧才到了是吧90亿？怎么10年之后1000亿？我说你怎么算出来的？我说你不能这样的大跃进的，不能在再让成倍的增长，那不是成倍增长。他说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啊，过去经验来讲，就平均的增长35%，20年之后90亿，那么10年之后1000亿。我说我们现在增长，我们不可能一直35%吧？他说不是按照35%。我说30%也高啊。他说不是按照30%，我说那你们按多少？他说按25%。我吹牛。实际结果是多少呢？实际不是2000亿。7年就完成了。哎，10年之后2000亿。哎呦，给我震住！我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呀。这是可以做到的呀，就是持续增长，你不要增长很高，持续增长的可怕。就是这样，不到100亿，持续增长25%，就是1000亿，10年，2000亿，还2000亿嘛，是吧？它就是快速增长。那快速增长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快速增长如何保证质量？也就是，所以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发展来讲的时候有先天不足，就是太过重于依赖于香港模式，而香港模式来讲更多的就是依靠土地，那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土地财政，那这样就带来呢就是相当一段时间呢，反正谁能拿到土地，谁就能赚钱，你只要拿到土地，就再来就非常扭曲了，这对，就非常非常扭曲的，你这种谨慎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它不叫谨慎，要或者挖坑就赚钱，这种诱惑很大嘛。就是你要保持这种平衡感。这样说吧，是在性格中的一部分嘛。他是这样说，实际我这个人挺马大哈的，我是挺马大哈的，不是属于那种很细致的人。那我说为什么超过这个25%利用不做呢？因为我做过超过200%、超过300%、500%的。这例我都做过，比如当时贩卖录像机，我做过，而且很得意呀，你看我要赚这么多钱，你看我把握来讲，我投机过呀，但正因为你这个利润这么高，大家都来做，这不是你特许经营，只有你来做，大家都可以来做，但可以说这个200%的利润就从200%降，迅速缩减啊，现在50%、40%、20%、10%。5%，你才发现，你培养了个团队做200%利润的这个团队，利润降到20%以下，他根本不会做。我是83年到深圳，84年成立万科，到了92年，我算了个账，我就做这个录像机，是赤字。最终专门是赔是哎，最后来讲赔了就是赔的啊，就是你把赚了钱全砸进去了，全砸进去就是全砸进了，还不够，就是你一直那个道理，这个市场是很公平的，你怎么偷机赚的钱，都还回去，哎，你得还回去，还回去，所以我不认为我很聪明，但至少我是聪明人。什么叫聪明人呢？就是同样的错误只犯一次。后来不是之后又开始炒股票什么的，我都没被诱惑。这是我1992年我说的超过利润25%不做，是那种情况说下来的，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并不是我有崇高的一个理念，并不是我受了严格的经济学的训练，不是的，现实的经验带来，现实的教训的，哪是经验啊，我最后都是吃子，就是这样。再一个的模式来讲，就是搞着如何来和环保生态结合起来，就等于你总要对未来有一个判断，有一个赌博。刚才讲了说，你要搞规模，要保证质量，你必须搞住了这句话，你才能保证质量。说第二个，如果未来这个世界是讲环保、讲生态，
你到那儿不讲，世界讲了，你来不及的。哎，并不是我特别特别这边纯洁，哎，我就要搞这，我真的有现实考虑，按照现实考虑，说你来不及的。所谓搞绿色、搞环保，那不但有那个责任，你还得增加成本，嗯，是吧？这会儿正是利润比较好了，你增加成本是比较容易的，嗯，你将来竞争比较厉害，是吧？你的成本你再增加来讲，你很难的。挖坑就能赚钱，你还搞什么绿箭是吧？什么绿箭、嗯，那我想，那这个就是一个你着眼未来和着眼现在这个区别，嗯。昨天你说过，你说你一开始是个勉强的一个地产商嘛，对，做商人，对。然后你90年代初时，你意识到就是建筑，包括这个造房子，它跟时代的精神状况特别密切的相关。对，对，我比如好奇，未来人怎么看？比如过去20-30年，我们建了那么多新房子，开展这么多东西，它怎么能传递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怎么描述这个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建成这样，我们理解他们是这么一个状态、uh-huh. 或者我们看到过去的庙宇，看到过去的这种四合院、uh-huh. 或者那种苏州园林，你感觉到是中国那种精神状况。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稍微远距离的看一下现在的中国，它就是一群面目相似的嘛表现，那会怎么觉得？好，我明白了，我们现在总是有个困惑，说我们现在是千篇一律，对吧？对，什么都一样，那实际上你到一个城市来讲，你会发现不同的这个层次感，层次感，层次，但实际上在当时来讲呢，也是千篇一律，只不过现在留下来，你会看发现也不一样，对他们当然也很讨厌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嘛，对就很烦，都一样，所以你觉得不是什么太，实际上就是这个千篇一律，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历史来讲呢，它保留不下来，它一定会淘汰的，这个并不是中国人的特性、特性，但第二个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啊，中国呢到上个世纪最大的巨变就是革命，那接上我们就建立新中国，你看我们又来学习的是苏联，简单来讲嘛，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和西方的这样一个文明进程的断掉了，改革开放再重新这样开始，到现在呢，你一定要创新，又要同质，你必须要和本国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那我原来不是不喜欢中国传统，我觉得它是个拖累。但真正到时候就是比较，你才发现，你喜欢不喜欢一回事儿，你了解不了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不了解，你怎么来进行比较呢？其实之前的历程是想逃离中国这个，是这样，是吧？是这样，是这样。到现在你才发现来讲，是你不能回避的，你必须去面对。那你发现它的魅力了吗？那当然是了。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吧，那你就是又回到春秋战国。你突然发现，哎呀，你对墨子简直喜欢的不得了，这么迷人啊！现在来讲呢，就是那是他们是最这个符合那个科学原理的，科学原理和侠义精神都这么显著，是啊，当然是啊，更多的创新精神。说这个在现在我们就缺这个东西呢，是吧？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啊，是吧？你这个以前来讲就是把它完全，你会发现年轻人呢不仅仅是在像西方的模仿，而且有自己创新的东西，而且非常明显感到他的很多这些创新这些做法来讲，突然你感到就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超女选秀，那我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哎呦追看啊，是吗？哎呦，那个对我冲击大了啊，真的，说说看，说为什么追看呢，是吧？你会发现我说这个竞争啊之间这个关系啊，这个因为我想着竞争，我们32岁到了深圳之后，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竞争，这个成长起来的，那真是那么惊心动魄，是吧？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就没想到怎么这唱个歌，这种 PK 方法，是吧？就是你比如说12个人，是吧？完了唱完了比下来，就是往这一站，就开始宣布哪两个要被 PK 掉的，是吧？谁被 PK 掉了，就把他的写好那封信拿出来就念，流着眼泪哇哇流着他妈的念啊，这么直接。哎呦，我他妈的受不了啊！我就想着，如果是不是我那女儿站在那里，会怎么样？我真他妈，我想着这个他妈的父母，他哪受得了这个？更何况他本人。哎，我突然才发现，哎呦，我说这他妈80后，这是独生子女，比我们强啊！啊，他们商品社会就看广告，就是吃着麦当劳成长起来的，哎呦，和我们真他妈观念是不一样啊！对我刺激特别大。
再一个能感到是，实际上我在这个2008年度过我那个危机啊，危机的时候就开始对80后的重新认识，重新来对他们解读。去年的万宝之争最不确定的时候，你是不是那是你的至暗时刻？我说那个不是我的至暗时刻，我至暗是2008年的时候。那我的人生历练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吧。包括回到2008年，我还好奇，因为你当时说那个事情，你现在真的后悔那个决定吗？经历来讲呢，那是弥足珍贵。就是原来很欣赏你的同行，现在都非常明确的，就是抛弃你。一天50-60万个帖子来，指着你祖孙三代来骂呀，挖你祖坟来骂呀。你为什么限制我们不让我们超过10块钱？你看，已经，实际上那时候万科已经是60%的是80后，在一定来说，你董事长怎么能这样说呢？很明显感觉他们的眼光的一种困惑，一种委屈，就好像你不应该那样说，发生没两天，就是马云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还说10块钱，马云说是1块钱，但是意思是一样的，要就是说，不要当成负担，不要比捐多少，那肯定那个舆论哗就转到他身上去了，但人家3下5下2处理了之后，又转到我们身上来了。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管理当中紧急公关处理呢，应该说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但是没有采取。不但没有采取来讲说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认错？作为一个内心的英雄主义情节的人，很强的人，你害怕那种个人跟整个时代的完全相逆吗？因为我们受的所有的教育里面，你很多个人英雄主义是跟时代潮流是相逆的嘛，对，逆潮流，那种孤立的嘛，因为他当时孤立，但他后来成为了某种被铭记的人。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说这很有，对我来讲呢，是一种。第一，感到非常非常孤独。第二讲那是挺悲愤的。第一个孤独来讲，所谓刚才讲了谈到80后，你自认为他们同代人和他们自己不理解他们我自己已经理解他们了，但是被他们骂，这点我不感到突然。那顶多来讲是你对互联网的这种特征，不习惯不习惯那面，不了解那面。刚刚感到悲愤的是什么呢？你也知道，那是已经到了砸这个麦德龙，说让他捐，他没捐那么多，表示好像不捐，拒吃麦当劳，也就是说，真正愤怒转移到万科转你身上来讲呢，你可能是下一个牺牲品，当时已经有人劝我，你是不是避一避？我是准备，我宁肯被乱坑打死，我也不会避。但是这种事情呢，是让我重新的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了在这社会当中我一个位置。现在社会当中，大家是一个什么思想状态？你想过吗？如果生命正要结束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怎么铭记你吗？你会想这个事情？你会希望什么角色铭记你，或什么事情铭记你？我没有这样想，真的没有吗？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这么强的一个人，那是这样啊。那以前呢，我英雄主义很强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想，因为我想那是未来的事情嘛。等到我来得及想来讲呢，是我已经形成相当来讲，我说结果不重要，所以你要活着，你就要健康的头脑清醒的活着，如果你真的是你不能是这样，你最好是安乐死。你的孤独感比以前减弱了吗？至少现在是没有孤独感，感到很多来讲又开始接受你嘛，
那当然并不等于那个时候没有人接受你，嗯，啊，只不过是因为很多魔业方面，他就是非常强烈的来暗示你，嗯，那你是那种感觉嘛，嗯，嗯，至少你至少你承认了错误，表面上，无条件道歉，很多人说你用道歉不用道歉，嗯，因为但是你作为你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嗯，那你当然你要无条件道歉是吧？嗯，嗯，难道不是吗？嗯。难道不是吗？嗯，对吧？嗯，就是孤独感呢。第一点，实际上你就是对死亡的一个恐惧和规避。那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原来说很多人对你的不了解。是你更多的感觉来讲，是你对这个社会的不了解，而这种不了解造成一种孤独感。这个2008年之前，那因为通过差不多10年的登山嘛，嗯，解决了对死亡的一个恐惧的这样一个平衡嘛。2008年之后到现在，尤其是2011年到了哈佛之后，整个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如果愿意去拥抱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接受你的。所以你说这个孤独感呢，也就觉得你就是更多来讲让你更多的惊喜，嗯，而且你更多的给你来另外一种的喜悦。嗯，我觉得这几年你真的没白折腾自己，啊，是没白折磨自己啊。对，我觉得那个训练真的蛮好的，是这样，特别好，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在哈佛再生，对。因为那些时刻还是很多跟外地有关系，但那个哈佛那时刻只跟自己的一个，那只跟自己，你骗不了自己说。谁说过这样的话吗？说你不放心，托斯卡是吧？不知道，你现在开始拽了，不是？帕斯卡是吧？帕斯卡，我知道在他面前你看我就说错了嘛，是吧？我就是他一说，哎，他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名字说错了，帕斯卡是吧？因为你要信，你就按照那个生活方式。对，你不信，你不是那个生活方式，那你一定是损失的。所以真正的最后你会发现，真正的教训呢，不是别人，不是外面，就是你自己。嗯，当时的感觉里边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像我是个老机器，嗯，好长时间不开动了，突然呢就是咔咔咔把它开动起来了。嗯，这个结果很可能咔咔咔咔噼里啪啦就把它就碎了，是吧？再一种呢，咔咔咔，再上着印花油，就开动起来了。说到这个剑桥。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嗯，我在那儿丢了2辆自行车，但是这个不是最深刻。嗯，最深刻的是我的第3辆自行车那个座呢，被人家拔走了。因为刚才讲了，剑桥是一个自行车的尺度啊。对，你到哪儿了都是骑自行车呢，一般你去的地方都不会超过15分钟。嗯，但是你要走，那得半个小时。没有坐那自行车，我也得骑。嗯。你想想那是什么姿势是吧？嗯，坐那是个棍儿，是吧？那你骑上，你肯定你不能坐上去啊。对对，坐那你像呢，你就是骑着当时你要怕又怼着那儿，你就知道这个，是吧？那个姿势多难看了是吧？嗯，心里在这边我就一直在一边骑着一边很他妈的生气啊。嗯，一边就撇着就是说有停自行车的地方，嗯，看有没有类似的我这样的自行车，我也可以把那个座给它拔下来。嗯。但是你知道，你一边骑一边走，那是，毕竟呢，他们有停自行车的地方，自行车棚那都有光嘛。嗯，那有时候他也不是没人呐。反过来讲，嗯，就如果没有光，嗯，如果也没有人，我会不会车一靠，嗯，一把拔下来那个铲子，那就是偷窃行为啊。嗯，你看我一直表现，一直给你表现当中，我多么高尚啊，嗯，是吧？我多么自律啊。嗯是吧？我多么严厉律己呀，做别人的示范啊！我才发现，
人要犯罪啊，就一念之差。嗯，不是一个平衡，真正平衡难受的时候，就有的是一念之差。啊，你不是问的邓珠峰我什么感觉吗？啊，那个到第二台阶的时候，那我就准备，只要前面有一个往扭头走，我就跟着回去。嗯，只是没想到你盼望的，那这个情况没出现，那就是那个没有出现奇迹是吧？嗯，是吧？一个吭哧吭哧吃，都不能往下爬。那轮到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上去。这人呢，就是哪有那么伟大是吧？没有。哎，你成功，你只不过就是，嗯，更运气些而已。